你要拍到编号，如果没有拍到编号就不算哦。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编号，不要被敌对的队长抓到哦。OK。被抓到就要回你就回来了，就比如说你可能拍抓到你的时候，你只有三上，你就走三分，你就回来这。对，摸到对不对？摸到就算了。他就是如果躲得起来的话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可是郭哥感觉很容易被看到。我在这一层，那我去一楼。这是一楼。嗯，这就是一楼。好，然后我去二楼找。然后你等下，因为你小只，你好躲。你等下能躲，就是他从看他从哪里出来，你能躲先躲一个地方。等他那一个地方。对，等他离开之后或干嘛的，你再找。好。很紧张，这样。比一楼还紧张。对。好 ，OK， 两位可以脱掉眼罩。好。哎，眼睛看得大还不错哈。哎，强尼戴普哎。娃娃娃娃娃在哪？还是在哪边？房间问句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哪里有啊？数字。哎，不知道哎。哎，不知道哎。快，不行不行，为什么一楼没有啊？怎么可能一楼没有？不用拍了。这娃娃后面有编号，啊，有拍到一张啊，哦，要拍到编号这样，嗯，拍错了，死路，死路。
在洗路啊！原来他问出来，对不起的。我抓到了，达哥跟野狼一样。山就是你，等待一下。检查一下有没有拍到，这是重点。你刚刚说你的娃娃在哪里？我不告诉你。可恶！打到我们人脚吧！我要干嘛？又下去啊！队长，我阵亡了。给了给了。在这里啊。鬼来三楼。我拖时间。哎呦，啊！你已经对啊，被阵亡，怎么那么快？真的太臭。啊！好一个，好一个，我要先躲再说。没给我机会跑，那么久，然后才一张。你几张？我一张。也一好，一比一，一比一。有了！耶！打他！还剩哈勒。还剩哈勒。找到！耶！哦，拿到！啊！他躲超久！哎呀，我本来想说去餐厅了，我要溜上去了。郭哥，我抱歉，我刚挡着郭哥的路。你也挂了？是。那还有一枚嘛？还有一枚。Touch out！ 我第一个被抓到，然后我就一张四号。四号好，一分。黑的一分。好，我也是第一个被抓到。好了，郭宏志，我六号，六分。一分，一分，一分。壮壮，我有三次 ，Yes。好，三张。五号。四。六号。四号。好。好，四分了。来，第二位，主威。我有一个三号。
然后我一个，那这个只有跟我。糊了我看看。没有要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个跟我的编号在啊，这个糊了。好，那也算一只而已，所以四比二。我就拍我而已，不需要。啊！你要拍到编号，如果没有拍到编号就不算哦。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编号。第三位。我六一号。四比三，恭喜黑队获胜啦！终于。